测试及战力这样子的玩法。哦，这个球打成了一手正面的滚地球，感头对。你后面的队友。来讲啊，他的一个变化球是相当不错的哦。他的变化球比例是，接球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了啊。这球青少棒，不过青棒啊来到了台中西院，呜，那球偏高，然后三坏，这个变化球偏高。这个陈子杰上来，他如果有意识到的话，来做一个设定上的攻击，捕手的一个变换就要来得快一点哦。看，还是来一个变化球。嗯，再来一球，这个球就是对。还对决啊！投高，你看林鸿基一直手往下比哦。到，结果这个球打成了穿越右。130公里的球，这个半局拿4分以上，这变成打者哦，比较好跟哇！这样你看，速球勇敢投，其实会。直球其实加压的过程当中，还是会走一点点的一个深卡的位移哦。那这个位移。也产生了效果，就当然了，我刚才讲那个角度搭配这个速球哦。哇，在这个时候现在要更换投手，七局下半130有人的情况下，蓝鸟团队要换投。那么在这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。